设满了埋伏，就等着要抓你呢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要来送死，啊！你快走，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我不走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人会伤得了我，但是都会要了你的命。我之前答应过你，只要你放出鸣笛，我就会出现。以前我事先过太多次，这次我不会。我们逃不掉的。 我们会死的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 在这别动。 别再往里闯了，你走吧。
君命不可违。我懂，顾忌，保重。林青叶，你不坏的，快下令停下。裴将军，你帮帮我，让他们停下。秦灭刺客是末将的职责，恕末将不能从命。他不是刺客。放箭！林承烨，你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不能再射了，不能再射了！那里除了顾剑还有阿杜，阿杜做错什么了？阿杜做错什么了？你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快停下！